鱼头除了用蒸的方法制作之外，记者在一家叫做小时候香的餐饮店看到了另外的一种做法，叫做锡纸什锦鱼头，也是当下的流行美食。我们现在做鱼头来讲，常规的做法都是用蒸，而我们比较有创意一点，就是用锡纸，它是现杀现煮现焖的一个过程。这个锡纸的作用是？就是把它盖起来焖起来，就是让这个鱼更加的鲜嫩，本身的味道也不会流失。锡纸什锦鱼头选用的是当地产的大熊鱼，学名叫做鳙鱼，调味料同样选择的是用坛子腌两年以上的剁辣椒，可见当地人对于这种经过腌制的辣椒的风味尤其喜爱。用锡纸将鱼头包好，焖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这种焖制的方法因为完全的密封作用，使剁辣椒的咸香味儿与鱼肉进行了充分的融合，口感上更加入味儿。